年啊，是我第一次种冬瓜，所以呢，也没有什么经验。这个视频呢，想和这个油管上的前辈啊请教一下，为什么我这个冬瓜呢，到现在它就只开公花呀？你看，现在你看，这个都是公花，为什么没有母花呢？哦，这里有一个，这是唯一的一个。这是唯一的一个母花，但大部分都是公花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它们也已经长得很长了，你看这个花看起来都是公花，是不是和我这边的天气有关呢？你看它们都爬上了这个架子了，也长得很长了，但是都是只有公花。你看这根就是的，毛茸茸的，你看这个花，这个也是一个公花，到这里也是一个公花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你看这里都是公花，都是公花。我这边的天气呢，最近啊非常的热，也非常的潮湿，应该说是光照呢时间也非常的长，这个会影响它只开公花不开母花吗？那我种了那么多颗冬瓜，到现在就发现了刚才那一个母花，希望懂行的前辈能给一个指导。